乜你叫做卫青啊？阿姨，只要了间往事如梦，情难影，百劫重逢，愿何埋旧声。断了情，爱鸳鸯已定，风烟已静，我偷偷相思佢未通，真情令我惊。
蜡烛也无人崇敬啊！哎呀，师父乜你喊啊？唔通你就系公主你师尊？你错啦，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，试问我哋又点可以喊？我自己去，不得啦！慧清，做咩事啊？师太，师太，我闻得维阿庵啊，啲佛好靓嘅，我想入去拜下观音，呢位佛爷佢都唔肯喎。慧清，乜你咁啊？所谓乱世庵堂，几难得有位施主嚟到签座下嘅。若果再冇人嚟，我哋去边处揾灯油火蜡嚟敬奉神灵啊？师太，你唔好听佢讲啊！我开门嘅时候，呢位施主都声明，一不是借茶，二不是拜佛禄。咁佢既然唔系借茶拜佛，咁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嚟签名呢？慧清，开讲都有话，入屋叫人，入庙拜神，人哋唔拜神，入庙嚟做乜嘢？你要招呼人哋入去，人哋唔多唔少都有啲签座嘅，唔怕财神难舍，都只怕菩萨不灵啊！施主，我仲要去第二处打扫啦，嗱，恕我不能奉陪，慧清，你带呢位施主入去啦。如此说，施主请。
经烦人路啊！师傅，我虽然未入过庵堂，但系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。点解观音大士连座之下有一男一女嘅咧吓？一个系金童，一个系玉女。哦，一个系金童，一个系玉女啊！师傅，咁唔系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，永不分离噶？系、师傅，点解一至王圣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，又唔见咗个玉女咧吓？出家人不明尘世事，施主请上香啦。好。为我献灵性啊！师父，观音菩萨系咪好靓噶？系，观音菩萨你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如果我能与公主团圆啊，哎呀，我真系答谢神恩啦！破镜重圆，我又系驸马，人又系驸马，点解人哋咁救福，我咁衰咧吓？我点知呢？乐昌于食家人啊，上我破镜重明，乐昌踩粉后。上与驸马重迎，爱我日生一世寂寞，虚有其名，梦难成，债难清。你呃我嘅，我呃你乜嘢呀？你话观音菩萨好靓，我话一啲都唔靓啊！马圣观音君位，你有千眼都唔靓。哎呀，快啲讲啊！好夫妻一朝相会，你怎不负责调停？菩萨莫怪佢啊！王烧香敲警钟，你侍奉
我为错迷还未醒。我身世自幼孤单似浮萍，你从前多纤瘦，一般秋水也含情，对红叶好清醒，我餐餐都食银牙和白菜，怎难与木瓜相比平？若再不相认，只怕我别后你定然相思症。情何堪你在此孤零，应跟我热诚。你莫对修女乱说情，你太不近人情，我话你只不近人情。盼望生国繁荣，鸳鸯蝶玉女图情，另一身松波傲气，我另一身松得不对玉女再求情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公主，你认我了咩？
尚未得入葬皇陵啊，如此可敲出地长音，难把破碎山河重修整。系噃，你谂下啦。我一再青灯和恨天，无此方知天后情。